台独分子坐飞机，一句话惹怒邻座北大教授，结果俩人在飞机上十分钟激战，场面火遍全球。本月初，笔者坐飞机从南非至香港，刚坐下不久，邻位来了一个精神饱满的黄皮肤、黑白相间头发的男老人，觉得肤色一样有亲切感，就搭讪起来。他是一个曾经的台湾老板，在中国大陆和南非做过生意，现在不做了，这次周游欧非一些国家，飞香港再转飞台湾回家。 聊着聊着就谈起了两岸关系等，他话里对大陆的敌视和台独的倾向就慢慢的显露出来，针锋相对的辩论就开始了几回合交锋，说的他面红脖子粗，最后发现很多人盯着他，他才赶紧缩下脖子说无话可说，无话可说。他抛出几个问题，我一一作辩，并强调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是一个国家意志的最低底线，是不容突破的。他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台湾现在民进党当政，大选时绝大多数选择民进党，说明台湾普遍的声音是独立，而不是与大陆融合。台湾应独立出去。我告诉他，台湾不是民进党的台湾，也不是任何党派和个人的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是历史与传承，也是现实。有些政见不同可协商，甚至亲兄弟打一架是允许的，但切割领土的完整那是绝不可能的。局部的反应和党派。 个人的嚣张是起不了作用的，也是不容允许的。只要有切割领土的这种行为，就可列为叛国和背叛民族。从法律上说，一定要铲除。他听到说要铲除，就吼起来了。我说一定要铲除，底线不容突破，突破必铲除，这是国家和民族意志，来不得半点模糊。如按你逻辑，世界任何地区一投票闹独立，就让独立，那世界不乱套才怪。他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是自由和民主。 台湾民众的意见那是要得到尊重的。我说美国也有南北战争，你为何不去美国那里去讨民主和自由，让美国南北各自独立起来？何况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比美国历史要长太多。你有本事，你去最讲民主和自由的美国，责问一下他们为何不实行南北独立，你试试看，说不定给你心脏送一颗子弹礼物。他抛出的第二个问题：台湾在清末几割让给了日本？ 说明已放弃了台湾，为何现死纠缠不放？是你们自己放弃，而不是台湾先要闹独立。我说，你应读下历史，台湾割让那是小日本成清末软弱，用武装侵略而强行占领的，逼清朝签下《辱国条约》，不是主动放弃的。谈起来有点复杂，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可好？他说：“你讲呀。”我看他戴了一块手表，我说：“我现在比你强壮，把你这块手表抢走，并逼你写下送给我的字条。” 否则要你命！你说手表到我这里了，是你的手表还是我的手表？从公理和法律上来讲，手表归属于谁？小日本侵占台湾，不以维持反而为荣，被人强暴还感谢，何来人性？争什么独立和自由？基本人格还没有，谈什么民主？我又问他，是否台湾有很多日本人留下的后人？现在翻云覆雨，他忙说没有没有，日本撤退时，这些杂种都一起撤走了。 搞得我隔座的同事笑个不停。他抛出的第三个问题：苏联可以解体，为何大陆不放弃台湾，让其独立？我说，苏联之所以称之为苏联，本是几个国家在某一段历史时期组成的一个联合体。中国历史除有限时间诸侯割据称雄，但思想统一永远是主体。中国历来不是由几个国家联合一起而形成的共同体，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想分割中国的都是外来的侵略势力。 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从而各个击破和获取霸道利益。西方最喜欢这招。南斯拉夫、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包括苏联，都是这些丑恶用心的牺牲品。我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宁愿挨到出血而减弱自己的力量，情何以堪？你和崇拜民主的美国说下礼，让他把南北分离试试。关到离美国万里之外，你叫他让给我们试试。墨西哥州和夏威夷也似乎闹过独立。 你去责问下美国，为何不让他们独立？那些外来势力让台湾部分人或党派闹独立，真正在他们心目中，这些人和团体只不过是一条狗而已。你以为下场很好，以为有点目前的小利益，你的子孙后代不割肉赔进去，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你到哪里都是低层，受尽委屈。我们听了许多华侨华商发自内心的感慨，这些年随着祖国的强大，他们的安全和地位也是水涨船高。 一样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也遇到针对华人的打杀抢，但那是一般认为华人有钱强而不反抗所引起的民众误会造成的。但警察和官方和过去那是天壤之别。你以为你做生意顺当，没有祖国强大的影子照着，没有强大祖国背后的无形力量？他抛出的第四个问题：大陆实施的是帝国主义，对他一直武力威胁。我说大陆一直实施和平主义，中国历来是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和气发展。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没有侵略，只有交流和促进。这点你去咨询下。你以为天堂自由的美国，近代西方列强是血与火的侵略、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是西方列强的发展史。中国大陆只有和平、和谐、共同发展的主义。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恰好是世界和平的搅屎棍，也可称搅屎棍主义。只要哪里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就要去搅一搅，杀一杀。 当今社会的战争和杀戮，哪一件事不是与他们相关？我说，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共同进步，没有侵略任何国家，哪来的帝国主义之说？党派也好，个人也好，不能睁眼说瞎话，好坏乱说，指鹿为马，更不能别有用心的跟着豺狼，讨点好处去做人人共愤的坏事。大陆武力直指的是那些忘记祖宗八代的分裂分子，跟着外来敌对势力的投机分子。 满足自己一点欲望，不顾后代子孙的不负责任分子，以武力让他们不做错事，这不是帝国主义表现，这是民族意志的力量。任何个人和团体只要踏出这一步，民族的意志和法律就会动用武力来铲除这些害人之马。他抛出的第五个问题：蒋介石在台湾实施过恐怖杀人和黄金卷事件，剥夺了人民的财富，这是祖国对不起台湾人民、抛弃台湾人民的表现。黄金卷事件我还真的不知道多少。 总的来说，交黄金实物给你白纸条，后面的白纸条真正的变成了白纸条。我说这是中国的亲兄弟打架，一个打不赢跑到台湾作威作福，对台湾群众可能损伤很大。但蒋介石不能代表祖国，也不能对过去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痛恨转嫁给中华民族，转嫁给大陆的好兄弟。这种转嫁是逻辑的错误，人情的错误，也是法理的错误。如果台湾早一点回归祖国，这些就可以避免。 我说为什么台湾不能早点回归？原因何在？这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撮合阴谋，他们要把台湾当成他们的打手，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从而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个力量，获取天大的额外利益。你说，如果两岸一统一，中国发展何至于到现在时常受制于人？大陆称台湾为宝岛，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心痛和爱惜。 由于历史上帝国的侵略和阻挠，至今让他流离观望。大陆一片真情爱护台湾，你认为美国对台湾好，那是绑架台湾大众推到火药库上去充当炮灰的角色。你们至今还盲目自豪，不反省下你们真正被当成角色，想独立永远是错误的，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只有放弃所谓独立思想，尽快回归才是明智的抉择。不要充当美国的走狗，不去做人，反而理直气壮的去做狗。 我看台湾绝大部分人是不会选择的，他们都要堂堂正正做人，只有部分顽固分子愿意去做狗，搞不负责任的宣传来误导百姓，达到卑劣的个人目的。回答这位顽固的台独分子的几个问题期间，他很激动，多次引起周边老外的注视，而强行压下自己脸上的潮红。最后他说：“我无法反驳，不想跟你辩了，就各自闭目养神。”我反复回想了下他提出的几个问题。 有些的确存在误区，无独有偶，我曾与一台商一桌饮酒，他也提出过抛弃论和蒋介石统治期间对百姓的残酷。当然，这是友好气氛下的讨论，并且台湾报道一直妖魔化大陆方面，至今还没有停止。是否这是台独激发民众抗拒统一的理论基础，不一而知。明确的是，台湾在蒋统治时期恐怖，现在混乱一直是台湾民众心中的痛，而这长期的痛和误解。 就会产生对祖国统一的逆反心理和对和平统一抗拒。如果台湾大众一直认为大陆更恐怖和混乱、贫穷，那么台湾就有要求独立的市场和土壤。现在的网络和新闻这么发达，大陆方面的宣传是否能到台湾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这是一个探讨的问题。 台湾大众认为大陆普通百姓吃不到茶叶蛋，和韩国民众认为大陆人民还是与原始社会相似，不能不说明我们的宣传存在一定偏差和力度不够。相反，娱乐之流的新闻铺天盖地，正能量不足，负能量满处流。媒体是否可以多增加一些老百姓关心视角来宣传一下？从历史的角度来，让两岸人民真正认识到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和为中华民族之崛起的雄心历程和成就。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